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鸟，鸟喜欢吃虫子，对不对？鸟喜欢吃虫子。下面，对吗？鸟喜欢吃虫子。对。嗯，好。好，最后一个图片呢，就是松树上面。长的松果，就是松树上面长的松。然后动物喜欢吃松果，好，就是什么什么动物喜欢吃松果，你知道吗？刚刚老师给大家讲的12种动物里面，什么动物喜欢吃松果？你们猜一下。这个。松字和什么动物有关呢？松鼠，嗯，对，松鼠，对，就是它。松鼠它喜欢吃松果，那很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看，这是一片草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片草。那好，喜欢吃草的动物有很多，喜欢吃草的动物有特别多。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。第一个是什么动物？双眼，这个动物叫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啊，双眼不记得了。好，那双满，你还记得这个动物叫什么吗？斑马。嗯，对，斑马喜欢吃草。好，第二个动物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动物例会，这是什么动物呢？小鹿。对，小鹿也喜欢吃草。好，第三个是兔子，兔子当然也喜欢吃草了。然后是大象，还有马。好，它们都喜欢吃草。好，大家记住了，斑马、小鹿、兔子、马，还有大象，它们都喜欢吃草。好。接下来是肉，好，有几个动物它们也喜欢吃肉。大家都知道有几个动物它们也喜欢吃肉。首先第一个，山，哦对，好，谁想说？好，谁想说这个动物叫什么？这个动物叫什么？你们还记得吗？老鹰。山羚，对，老鹰。好，那这是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山羚。老虎。好，最后一个动物是狮狮子，对不子。对？嗯，对，狮子、老鹰、老虎、狮子，它们都喜欢吃肉。好，好，老师现在给大家时间来记一下每个动物喜欢吃什么。好，现在大家来记一下这张图片里面的每个动物，它喜欢吃什么？记住了吗？双元，你记住了吗？牛。双眼，你记住了吗？这张图片里面每个动物喜欢吃什么？我不记。好，你没记住，对不对？双眼，再记一下，这张图片里有4个动物，它们都喜欢吃什么？记一下，好吗？好。好，那山蜜你记住了吗？记住，嗯，好，山蜜，你要说记住了，好，那你就记住了。那我们看下一张图片里面，你们也需要记住哪些动物喜欢吃草，哪些动物喜欢吃肉，来记一下这张图片里面。喜欢吃草的动物有哪些？喜欢吃肉的动物又有哪些？
例会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嗯，好，记住了，例会记得很快。那双元你记住了吗？记住。嗯，好，记住了。好，大家都记住了。这些动物叫什么名字？它们喜欢吃什么？那现在老师和大家玩一个小游戏，就是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当老师点到了同学，你需要回答老师图片上的任意一个动物，还有它们喜欢吃什么。你需要回答任意一个动物，然后同时要说出这个动物喜欢吃什么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双马，你听懂了吗？金龙，金龙好，什么？嗯，听懂了。那山蜜，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嗯，好，那好。那我们现在来定一个顺序。嗯，当老师说动物园里有什么，然后老师请一个同学回答老师，你就要需要说一个动物的名字，然后同时要说出那个动物喜欢吃什么。然后这个同学说过的动物，别人就不能再说了，一个动物只能说一次，好吗？一个动物只能说一次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例会，请你告诉我。熊猫，熊猫喜欢吃竹子。嗯，很好，熊猫喜欢吃竹子。好，例会说对了。不对。好，哎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啊，双元，请你回到，告诉老师，动物园里有什么？有很多动物。双元老师刚刚说规则，双元，你需要说一个图片里面有的动物，然后同时说出来那个动物喜欢吃什么。有什么？刚刚例会说了熊猫，你不能再说熊猫。鸟。好，有鸟。那鸟喜欢吃什么？水果，好，不对，双元。刚刚我们学过了，鸟喜欢吃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刚刚老师讲的，鸟喜欢吃什么？山蜜还记得吗？鸟喜欢吃什么？下面你还记得吗？刚刚老师说的鸟喜欢吃什么？不记得了吗？不记。啊，不记得。那双满你记得吗？鸟喜欢吃什么？我不记。好。好。鸟喜欢吃虫子，刚刚老师讲的，鸟喜欢吃虫子。好，现在你们记住了吗？鸟喜欢吃虫子，大家记住了吗？创元，你记住了吗？你好，那这样，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式。好，我们换一个方式。双元，刚刚老师问过你了，对吗？双元，那现在换你来问。你问，你想，你随便选一个同学问你，你要说动物园里有什么，然后让他来回答，好吗？好。好，双元，那你现在开始，你要说动物园里有什么，然后你想让谁回答？立位，动物里有什么？熊猫，熊猫喜欢吃竹子。好，稍等，稍等，老师刚刚说了，不能说过的动物。例会，你需要换一个动物。
好，例会，你需要换一个动物回答。好，那双元，请你再问一次。叶立威，动物园里有什么？猴子喜欢吃香蕉。很对，这就是对的，应该可以，我们就是要这么说。好，那现在换例会来提问。好，例会，现在你开始问，你随便选一个同学问。双文，动物园里有什么？例 会，你不能问老师。你好，你可以说，你可以叫双蛮，也可以叫善蜜，不能叫老师。好，例会重新说。我不懂。例会，你不能叫老师来回，你不能叫我来回答，你要叫双蛮、双元或者善蜜来回答，懂了吗？懂了。好，那你重新问。双门，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好，双满。好，双满。熊猫说过了，不能说熊猫，换一个。四只。好，好，继续。狮子喜欢吃什么？车子喜欢吃草。好，你再想一下，双满，狮子喜欢吃草吗？它长这么大，怎么可能喜欢吃草呢？它应该喜欢吃什么？吃肉。你看，对，狮子喜欢吃肉，对，很好。好，现在双马来问，双马提问，双马，请你继续问。上面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动物园里有马。马喜欢吃什么呢？下面。马喜欢吃草。非常好，马喜欢吃草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，继续，上面，继续，你来选一个，你来提问，继续。下面你来问，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山蜜可以听到吗？听到。好，山蜜，你现在来提问，你要说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好，那你要让谁来回答呢？山蜜，你想让谁来回答？下面你需要说一个同学的名字，你让谁来回答？姐姐上演。好，双元，双元，好，下面让双元来回答。动物园里有鸟，它喜双元，欢。好，稍等一下，双元，鸟说过了，不能说鸟，换一个。快想，双元，现在马上想换一个。我们鸟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不能说已经说过的。动物园里有老虎，它喜欢吃肉。对，很好，老虎也喜欢吃肉。